好，那我们三位嘉宾也要特别的介绍一下，首先介绍的是我们安徽新闻联播的主播刘杨波。哎，欢迎主播。哎，杨波好。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安徽新闻广播的主持吕倩，欢迎。哎，吕倩。哎，接下来是我们安徽经视的帮女郎吴婷，欢迎。大家好。有请我们的国际魔术大师刘谦。各位好，我是刘谦。这是一面镜子，在很多古老的传说里面都曾经说过，镜子里面呢是另外一个世界，而镜子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通道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做个实验给各位看。首先我要用到的东西呢是一颗骰子。好，正如各位所见，这个骰子呢是白色的，里面的点数呢也是白色的。现在我把这颗骰子放在这面镜子上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？没有错，在镜子里面的骰子呢，它是黑色的点数，而在外面的骰子呢，它是白色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镜子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，里面的骰子呢也是另外一颗骰子。现在仔细看，里面的骰子是黑的，外面的骰子是白的，我从它两边调换过来，一二三。好，看到外面的骰子是黑的，而里面的骰子是白的。接下来更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把镜子里面的世界的骰子拉到现实生活中，一二三。刘谦，好，欢迎刘谦老师。刘谦老师一站到我们面前呢，我们更加关注的不是他的外貌，外貌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我们已经不太在意了，我们比较在意，更加关注的是他的那一双手。这一次呢，很多人问我说，扑克牌魔术为什么这么神奇？我为什么会看不出来？常常被人这样子问。其实呢，因为扑克牌太多了，所以搞乱了你的视线，所以今天我不要用太多，二十张就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，二十张就好，其他的完全用不到。好，扑克牌。好，首先呢，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各位要先确认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的扑克牌全部都不一样，各位确认一下，确认，花点功夫，确认。不一样吧？这个我们还是很聪明的，是的，全部都不一样。不一样，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都不一样。好，准备了，这叠牌暂时先用不到，先用这一叠。好，这里呢，总共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张牌，给你。都给我吗？放在你身上最隐秘的地方。我绝对碰不到的地方。哎，藏起来，藏起来，藏起来。那就把它塞鞋子里面。塞鞋子里、啊、太远了。好，坐在下面好了，坐在下面。好，确认没有人会碰到它。我们没有串通过吧？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对，我们再点一次所有的牌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。
不，不要让刘静老师碰到那些牌。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哎呀，这儿，谢谢大家。你给老师坐旁边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过去的。我们两个对啊，不是自己好感觉。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掌声！谢谢刘静老师的神奇世界。你怎么过来的呢？问那我们没法问，千万不要问，也不会告诉，因为你问完之后，刘静老师说的话还是用英语告诉你。Penetration. I can't tell you. I can't tell you. 好，我不能告诉你们。啊。这第一个就结束了。刚才只不过一开始的打招呼，千万不要觉得这样就很神奇，因为重点在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哦、这个呢、哦，说真的，这不是我买的。郭就这么聪明啊！再来一次，几张？夸我呢？再来一次，几张都可以。对，好，几张都可以。好，再来。切牌。好聪明，再一次，完成的很顺利。再来一次。还要来啊？就切到你高兴为止。他切两次是聪明，切三次可就不聪明。拿几张都可以，一张、两张，几张都可以。再来一次。好，那切两张。丁哥，我也聪明一次。随便几次都可以。我也聪明一次。好了，满意吗？满意了。还要不要再来一次？不要。不要。哎呦，要干嘛？这个算是心机很深啊！对对对，超级聪明，一弄就全部都乱七八糟。嗯，哎，放在这里，你们亲手切乱的，这三位亲手切乱，对对对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好，其实呢，我在这里呢，这是另外一组明信片，但其实这边有了，那边都有。嗯，麻烦伸出一只手指头。那这个比较大一点，就这个。这张吗？嗯。好，我把它拿到这个位置。这是你随便选的，我没有强迫你一定要选哪一张。好，我把这张呢横的放在这里，证明呢我不会去偷换它。我们监视着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有听说过缘分这回事吗？不用听说都知道，都知道，而且都相信。人跟人之间呢，偶尔会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这里。是的，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他有好感。他是不是他现在成了老婆了？脑子，不能乱说。科学家相信这种生物波啊，脑电波的一种交流。对，它只要产生共振，你们就很容易产生爱情。没错，产生爱情，你就很容易产生爱情的这种结晶。好，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。我们来做个实验。做实验。好，我先声明一下哦，这一点你们刚才自己弄乱的。啊，对。三位都参与到亲手弄乱的。这张是你自己选的。不可思议的联系在这个地方。首先呢，我们两边一起翻开，当然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因为弄乱了，弄乱过，当然不一样。嗯，我们一路翻下去，当然不一样。对，哎，这个位置是你刚才选的，是啊，是的。同样一个位置呢，我把它拿出来放在这边。好，剩下我们继续翻下去，当然都不一样，还是不一样。当然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重点来了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们自己洗过的，嗯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你亲手洗过的，对吧？看这，接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时刻。哇！是一样的呢。对呀，为什么？怎么会？缘分。现在开始。嗯。哎。又被都一样吗？吓一跳。啊！来，两张。
张、第五张、第六张、第七张、第八张、第九张、第十张。谢谢大家。我只是普通的明星，他没有时间换的，怎么可能？可以送给我？对啊，他只是缺了口气。是普通的明星片呢？他怎么就说出来？在瞬间，我都没有感觉，改变了他们的磁场。对，你成你骄傲的长城。哇，不可思议啊！我的天，拿回家好了，魅力再拿回家。你必须要给大家教一段魔术，对不对？我就负责监督这件事情。接下来要教这个魔术呢，其实是所有女性梦寐以求学会的一个表演。很多女生都在努力减肥，有没有？接下来这个表演呢，就教你如何让体重变轻。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成真了。那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把这个桌子给撤开来。好，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张椅子，这个椅子呢，等一下是个 VIP 席。谁的体重要变轻，谁就坐在这上面。头等舱，头等舱，谁愿来？这样，这样子啊，挑等于承认自己胖。在场体重最重的那一位，谁愿意承认啊？大王的，谁愿意承认？病哥哥，你最重啊！最重的啊！干嘛？我坐，哎，不是，我坐在这儿，坐在这，坐在这儿，啊，安全啊！你有点害怕。外套给先脱下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多重？我130，130斤，130斤，不是公斤，130斤，165公斤，65公斤，非常好。好，在场我需要四位的这个女性，请到这边来。能帮吗？哎呀，我来解释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实验。首先呢，请各位把手这个样子。你呢？把手插进这里，挠它。我知道你不想，但是忍着点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一定要。哎呀！好，来，你插进这里，对，插进这里。来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在那个脚踝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当我数到三，你们用力往上抬，看可不可以把它举起来。130斤。试试看，用力哦！一、二、三，举！加油！用力，你们要用力。用力，不可能啊！你们用力，用力，再来，一、二，用力啊！三，可以的，每个人分个20斤。举不起来，举不起来。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举不起来。65公斤除以四，一个人等于要负担16公斤的重量，差不多，对吧？嗯，这样子怎么可能举起16公斤的重量？而且关键它不在一个点，对，它也不够支点，所以呢，一个人等于要举起16公斤的重量，而且四位都是弱女子，怎么可能举得起来呢？对吧？那是因为那是正常的情况，但是在我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世界里面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体重减掉一半。啊，砍一半哦！不，你不会腰一下就没了？这种减肥就不要了。来，方法很简单。嗯，好，来，两位先站起来。先说明一下，伸出你的右手，拍在他头上，重重的拍。好，伸出你的手，拍在头上。好，拍在头上。在拍的过程当中，要大叫变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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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会变轻。好，然后呢，再用另外一只手拍上去。好，拍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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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变轻，变轻，变轻，不能停的叫。变轻，变轻，变轻，变轻。然后数一二三去举，就会把它举起来。不可能，现在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试一试看看。哦，重新来。首先放回去。准备喽！一、二、三，变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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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喽，从这边开始。气势出来哦！预备，开始！变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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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轻。太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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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快！他先讲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再。这个脑袋被拍了这么多次。一、二、三，变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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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是魔术。更高，开始！变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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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局。我觉得其实如果叫个观众来参与，可能就更起鸡皮疙瘩，太神奇了！不，这太神奇了！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哦，反正要教我们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怎么可能？因为真的没串通，而且什么也没有，而且我们前后的力气都是一样的，对，没有。刘谦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？教学时间。好，各位听好了，这个魔术的原理。我自己也不知道、啊、那谁教你的？那是我们随便都可以，我只知道这个样子就可以举起来、啊、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？所以目前如果有人在看电视机的观众朋友知道的话，请写信到我们制作单位来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我说真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我们自己真的吗？生活别人也管，就是在那一刻突然就会产生一个神奇的力量。这是心理暗示，只是这个魔术师发现了。没错，我们平常人没有发现。真的吗？到底是因为什么？这是一个谜，一个魔术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谜，连魔术师都不知道的一个谜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请跟我们赶紧联系。再一次掌声感谢刘谦老师，谢谢。